盼着快长大，长大离开家，告别爸爸和妈妈，独自闯天涯。小小翅膀快长大，不怕风雨大，飞过千山和万水，那里是我家。出钱呢，还是出力啊？我全力支持。不用，不用出钱。啊、哦，就这样。这个我公司现在开始筹备了嘛。我呢就想了一下哈、啊，你说现在这个结婚用的那个花柱、嗯、啊，什么铁艺，你说出去买租都得花不少钱。嗯，我都找人设计了啊。我就想呢，大姐夫你有认识的工厂，就给我做、哦，这样就能省不少钱呢。啊，你是来找我商量这事儿啊？啊，行，我看看。哦，这图还不错，这是花柱，这花柱哦，这花柱的那个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了，让我现在的工厂给做。哎呀，大姐夫就是，大姐夫太好了。你妈呢？哦，我妈去大姨家了，她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还没做饭呢，啊？爸，我不饿。不是你饿不饿，你饿不饿什么呢？这老公出去创业，到现在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我吃了个面包垫吧垫吧。你别向你妈说话。我吃了个面包，怎么就向着我妈了？怎么不像你妈呀？啊？这天天在外边臭美什么呢？下了岗了，这一趟那一趟干什么呢？这是？我妈要开婚庆公司了。看她开什么？怎么开什么公司？婚庆公司。你妈还开婚庆公司啊？这不臭美吗？啊，给人主持个婚礼还主持不好呢，还开什么婚庆？他想成功成精啊？他呀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楼道里一听你嚷嚷。不是，我这孩子成精了，学习必须学习。这孩子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没怎么了，你这么大动静干什么？不是，我就是想在学习上一定要往前冲，要一定要当排头兵，谁都不能让，就是往前冲，就像刘翔似的往前窜。当然了，奥运会也会出现这种问题，但是人家现在窜上去了。你看这么晚了，按说你看你也刚回来，我也刚回来，等我应该让你吃上热乎饭，这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净教育他来的，就是学习。做饭去吧。我做饭去。是啊。我来。哎，做饭去啊？是，这不都来了吗？没想什么。哎呀，那婚庆公司你还真想干呢？秀红给你出了那么个馊主意，你还真当真了？你得小心点儿，人家是研究生，脑袋比你大，别挖个坑你就往里跳。我真的给你提个醒，生意场上这些事儿，越亲近的人你越得提防着点儿。你家咱家国强和那二姐夫怎么样？那不把二姐夫给坑了吗？把咱们全家都给坑了，弄得乌烟瘴气，跟《三国演义》似的。老婆，你听我的劝，婚庆公司这事儿咱就算了。什么事儿咱得知道，吃一堑长一智。啊，千万要记住这些事儿。下岗怎么了？
下岗咱也用不着到街上天天去转悠去，好像咱没下岗似的，没这个必要。咱就在家里头，哎，咱伺候好孩子，你伺候好我，把孩子学习搞上去，是不是？你把我这你热乎饭你弄好好的，对吧？不用这儿那儿的，你看我今天到宾馆里头，你看那个制冷的分离器坏了，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啊，这不250块钱到手了，拿来。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？那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哎呀，一会儿你不得出去跟人家聊聊吗？你建立一些业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我再带俩徒弟，啊，把市场给打开。市场打开以后，你咱还出去干什么呢？就两年时间，你给我两年时间，咱就坐在家里数钱，是不是？自从我叫这王藏碧之后，我自个儿自身我确实也有一种感觉，啊，顺风顺水，一切都好了，这不都赚到钱了吗？别刚赚到钱，你这一折腾再给折腾进去，咱不是没试过，你不都试一把了吗？那赔成什么样了？这你听我的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在宾馆里头，对，我碰上一个看相的，哎呀。一见我妈呀一嗓子，当时把我吓坏了。我说你干什么？他说我看你印堂发亮，说你这阳气上升。当时我确实，我也不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是说借他的劲儿，我特意怎么，我就觉得我有一种升腾感，就是这地方就热。他说钱这不都在你这儿了吗？当然，他说这些我也不是说钱就非得都在我，就那种感觉对。有事儿啊？啊。我想打退堂鼓不干了，听了你一席话我还铁了心要干了。你怎么又变卦了？看相的没再给你起个名啊？一个王苍碧我已经享受到了我自己应该得到的，够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得看过去，你孤独着呢。昨天丽敏生日过得挺好，妈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。哦，那个我那什么，那个，就从岳父家出来以后啊，我们一家三口又出去玩去了，这回来挺晚的。啊，就是怕打扰您休息，就没给您打电话。哎，国立啊，你星期天呢领着丽敏和欣欣来妈家，我看好了一件衣服，我给欣欣买了一套。不是妈。说实话啊，这欣欣现在星期天啊比平时还忙呢。这又是跳舞吧，又是声乐的，这他妈又给他报一个朗诵班。这样吧，那个等哪个星期看欣欣空的时候，我就带他回家。啊，行吧，那什么，那个，这车间他跟工会不一样，我就不跟您聊了啊。哎，您放心吧，都挺好啊。哭欢喜一场。嗯，哎，郭强啊，喝杯果汁。谢谢，我不喝这个。没想到啊，你这一上手菜炒的真不错。哎，你以后叫我大伟得了。啊，不，你给我讲了，我也是刚刚入门，多谢老板栽培。不坐会儿了。
东西，我先拿走。麻烦你拿这大的小的行了，你别拿那沉重的，我来拿吧。嫂子，这都是你们家的东西啊。哎，这还真要结婚的东西，这么漂亮。是，我家秀燕啊要开婚庆公司了。这秀燕演演戏怎么又开公司了？哎，这不兄弟姐妹帮忙吗？是，肉卷儿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婚庆公司现在开张了，要外头有人结婚，你就马上向我推荐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公司啊，中西婚庆全能办啊，从你好到 OK 撒尤那拉擦浪谁，都当然一条龙的。你干嘛？秀燕，这回你真出道了，出道了，出道了。肉卷儿，哎，行了，妈你别管了。行啊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这个刚刻好的，这那没我名啊，这贴玻璃上这不行，这不是你这婚庆公司，你肯定是刻公司的名，哪有刻个人名？这上选婚庆公司不如李秀燕婚庆公司听着那么顺。你怎么那么多事儿？我是老板，听我的啊，放心的。你要靠你自己弄去，我不管了。妈，这活没法干了，这挑三拣四的，辛辛苦苦你干嘛？这样，我不管了，不管，你爱怎么干不管不管。哎，你这么这样，李老板，李老板啊。怎么的？东西给你拉回来了啊！你说到哪儿啊？这有事儿啊？你怎么说给他拉回来？那这不是给你们家拉回来了吗？你们家现在成公司了，你们家是你们家，那个还有一个俺们家，那是生活。生活呢不能跟你们家呢。你别说些没用的，赶紧把东西拉屋去。这跟六婶这解释这个你们家。你问这人，半个跑偏的。你们家吧，赶紧的。和公司呢？妈，你就别管了。两块的。哎，快赶紧的。这有事儿，我先赶紧们做饭去啊。妈，你慢着点，你别管了哈。行行，你们这公司什么时候开张啊？说开张就开张，今天晚上就开张大典。太好了，我告诉大家都来，哎，都好好热闹热闹啊，哎，多支持啊，大姐夫啊，你说这铁艺这么漂亮，花了不少钱吧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开公司就是我开公司，没花钱。不是，怎么也得有个成本费，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就八万，没花钱。哎呀，慢着点啊！哎，大姐夫，慢点。哎呀，太疼了。啊，让我再宣布一下啊。是那个就是，大姐，今天晚上我太华楼开业大典啊，你得去啊。哎，你千万可别让我去啊！不是，我去，你得跑跑腿什么的。你说这咱们这一家子人，你说这我大姐夫今天有事去不了是吗？我哥明天有事再早走。你哎，秀红啊，你去啊，今天晚上开业大典都去啊。行了，姐，你忙这么一天，我有点难受。你们热闹吧啊！你看这还有个难受不舒服的，你说这，你说你不去怎么弄啊？说开业就开业呗，你连动这形式，那这不能跟哑巴似的，咱悄悄开张啊，是不是？你说是有人要去，同行是冤家，不能让他们去。这家里人亲情得支持，你说让你帮个忙就这么费劲。那什么，这你得给我秀荣啊，秀荣说的对，你会有事儿就帮帮秀燕啊，也不用你讲话，也不用你钱财。行，秀燕你忙着，我跟大姐说啊。行了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散会，哎、啊，走。喂，哎，范哥，哎呀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！你说这大花篮给的啊，这特别气势。哎呀，真是太谢谢了！哎，来了，快里边请！哎呀，你这才来，快！哎，里边请！你说真是，你放心！啊，我知道，用车我肯定会找你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哎呀，真是，这不，是。恭喜你啊，秀燕姐！哎呀，才来！秀燕姐，恭喜！怎么才来呀？你真是，哎，钱来了，是好朋友。哎，好，行，那您忙着，方哥。哎，好，再，拜拜，哎。姐，哎呀，大姐，谁让你在这儿点菜了？这不是你管的，赶紧进去，你给人端个茶、送个水、领个座什么的。你说这跟客人似的，就等哎，那李，哟，小杨来了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这话怎么说的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上回，走吧。你看这，我是恭喜你这个公司开张啊！别弄这，别，不，你也不容易，恭喜我，咱们还得合作呢。合作啊，强强联合。哎，行了，哎呀，真懂事，真不错。行，叫大姐，快和把客人领进去。小杨啊，大姐，去，没事，哎，自己好好的啊。哎，行，你好好在哪个包间来着？秦桧。哎呀，说多恭喜恭喜。哎呦，来了，快跟着。哎呀，秦英荟萃，你看真是。哎呀，怎么才来呀？快赶紧的。远道没亲在。你好，本店现您自带酒水。你不用来，我跟你们这儿老板是朋友，说好了酒水自带。走，你进去，没事啊，放好了啊。呀，哎，森哥，你怎么的？
哎呀，你还不如亲自来呢，你说真是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谢谢你了。哎呦，来了。哎呦，快快快，里边请里边请啊。哎，快快，哎哎哎，谢谢。那个什么，哦，忙忙忙，是是是，咱们都是创业，对对，淘金重要啊。你忙着忙着，没事，行，哪天咱们公司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可不呗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好好好啊，拜拜。哎哎，拜拜。哎呀，秀燕，那里边都坐不下，人都满了，都站着呢。你挤挤嘛，挤挤还热闹。我说人家老外不都是拿着那杯子 ？Hello， 啊，Hello， 是属于这样的，这都是流行现在。你大姐夫让我给你带来3000块钱。不不，大姐，你听我说啊，秀红董事长已经给钱了，咱们家那份就算。哎呀，这是一点心意啊，你交个电话费呀，请客费啥的。拿着吧。都是自个儿家人儿，就是来而不往非礼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对，你提醒我了，就算股份吧，啊，算你和大姐夫的股份，是不是？赶紧进去吧，啊，里边一点地儿都没有。你别提一点地儿都没有，就等着。现在就兴这种，就站着热闹，怎么的吧？是人家懂你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俩就让你们来了半天，就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就现在缺的是人力，不是物力，也不是财力，你知道吧？就让你们这一点事儿办，一点地儿都没有，赶紧就跟上。咱俩。就别进去了，大姐，一点地儿没有，咱俩进去就上桌子，桌子上也没有烤全人这道菜，咱俩呢这门口那有一拉面馆，咱俩对付一口得了，咱自个儿家人，咱不在这儿吃了。大家好，哎，秦游会醉啊，那咱走了。哎，谁让你们走了，我说完了吗，你们就走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多说两句。好日子，好日子，都立正，谁让你们少息呢？立正。哎，这就像个员工的样了啊！这公司都有公司的，别靠着我呀！这是你就靠我照片了。哎呀，这还没多。哎呀，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呀！王永顺同志，王藏碧。王强逼提醒得好，你那话说得太对了，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只不过就是从头再来嘛。这头的起点太高了，真的太高了，我喝的也有点高了。对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能怎么地呀、啊？别苦着个脸。笑一点儿，能怎么地呀、啊？啊，王强弼呀、啊，你都说了，这寒窑随破，他能避风雨。你都看看，他以后还能是寒窑吗？咱们家以后他就不是寒窑了。这现在男主内，女主外，就是这么个社会情况了。你就奔这个目标，往前，往前，就往前去就行了，能怎么地呀、啊？家里不就这点家务活吗？你把它承担起来，是不是？把孩子学习搞上去，就跟那刘翔似的，蹭蹭你就往前窜，是不是？能怎么地呀？不就是一天三顿饭，洗洗碗呢，刷刷筷子什么的，你就去拿个盆去吧。拿盆干啥？你快拿个盆。今儿饭店发薪水，这是你的，不不，哎，拿着吧，你应得的，甭管钱多钱少的，你从来到现在，上手最快，出力最多。谢谢。回来了那就来，给你煮了碗馄饨。哎，谢谢啊。你那个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早上还得出摊儿。行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、那个水给你烧好了。哦，行。那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嗯。
咱们这四十多个人的午餐你可得做好了，你要是做不好的话我可得换人呢。王哥您放心吧，我们啊一定会保质保量的，要是做得不好您就把我给换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行，那您先忙吧，我赶紧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啊准时给您送来。费心了啊。哎好嘞，那我先走了王哥啊。行行行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霍强，我今天上午我联系了一家木材加工厂，咱们给他们做午餐。你上午有时间把饭和菜做了，我慢慢早点回来给他们送过去。哎呦，来，我赚的钱咱俩分，这样你也好宽裕点。红妹，你这个馄饨摊儿就够累的，你再把这个盒饭接下来，你受得了吗？没事，这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啊？没有付出怎么可能有回报？你去忙吧，这我来收拾。别，我帮你搬过去。来，这没事，郭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回见啊，馄饨好。郭丽，还没下班啊？啊，我这还差一点就完了。哎，车间这段时间辛苦了，大家反正你干得不错，我们几个主任也研究了。给你定的每月奖金啊，是咱们车间的一线奖。哎呦，那谢谢主任。走吧，一起吃个饭去。不了，我这还差一点。我那个下班以后还有点事儿，咱改天吧。那行，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好嘞，哎。哎，王姐，怎么回事啊？打那么多电话不接。你这电话不让打，现在接还不让接了，你看我哪天回去怎么收拾他。你这经理当的怎么这样，太抠了这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确实这事儿吧我就考虑的不够周全。怎么说呢，就是你说当初这光想着开业了就没想着有没有生意，但是我相信我的实力，我的实力真的，王姐你还不知道我呀，我实力我跟你说那是相当厉害。我这大门口一站，当然确实光有看的没有进的，但是很快我哎，王姐，喂，哎，你再聊会儿，哎，再说说。那不对呀，啊，哎不，那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哎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干，我跟你说。这事儿不能这么干，那原来说好的我已经跟人打好招呼了，打好招呼的事儿你还能这，那我你现在不行了，我跟人家怎么说呀？人家不听我这套啊，那我以后我怎么办事啊？哎呀，来，把这消炎药吃了吧。酒精消毒就完了，还吃啥消炎药啊？那哪行啊，你那腿不是也破了吗，吃吧。不吃。你说你也真是的啊，这大白天的你怎么能摔进沟里呢？我不是没看着道吗，我眼睛不是不好使吗，我要看着那是个坑我还能往里跳，我还能让你弟弟骗。你看你说一说的怎么又说到国强那去，他又说到他这儿去了，他现在把我毁成啥样了？你就说这单生意，哎，我哈尔滨跑了三趟，广州跑两趟，火车来火车去，受了那么大的周折，等人让人拿钱了，人反悔了。不是说好给钱的吗？说好管啥用？说好，人一听你弟弟那个事儿，就把我当弱智。哎，你弟弟那事儿现在成人反悔药了，知道不？我受他害，我还得受他连累。我成什么玩意儿啊，你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房子抵押期快到了，要咱怼不上那个钱，这房子就不是咱的了。怎么会是你呀？啊，秦总，我听说一个李主任来找我，但怎么想到会是你？想当初我的公司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啊，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小科员，怎么
这么快就当主任了。哎，坐吧。哦，谢谢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啊，秦总，您看您过去还是那么小的一个公司，您白手起家，您看您干到现在有这么一个大规模的集团公司，挺佩服您的。我听我办公室主任跟我说，我还一下没想起来。哎，听说你是为你丈夫事来找我的啊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是房地产公司，不做粮油生意。哦，秦总，那个特别不好意思，今天特别冒昧来找您。我丈夫呢，一直这么多年做粮油生意，而且做得挺不错的。最近这单生意吧，他准备了特别长的时间，什么都齐备了，现在突然钱出了点问题，所以今天是来请您帮忙的。是啊，现在很多公司难就难在钱上，不过非常抱歉，我真的帮不上你。对不起，一会儿我还有一点事需要出去。好，那行吧，那就不打扰您了。秦总，您过去住老奎街吧，咱们还是老街坊呢。我爸叫李德瑞，我妈叫贺淑珍。哦，老街坊们都叫他老李媳妇儿。李婶家的，大家快倒下，这灯杀的人谁呀？爸爸，你怎么想起来接我了？啊，我来看看你。那个欣欣啊，那个你妈妈过生日那天啊，我当那么多人面说了你，啊，我想找你谈谈，啊。我坐着。虽然说你还是个孩子啊，但是在这个判断事情是好坏善恶之间啊，你还是要搞清楚啊。爸爸，我想去一个好学校，人家又资助你去一个好学校，你说这资助你的人是好是坏，是善是恶呀？当然了，这个问题你也不能简单的就用好坏善恶来分析。那你又来教育我好坏善恶的，不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吗？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啊，欣欣啊，这人穷不能志短，这子不嫌母丑，狗还不嫌家贫呢。啊，你说那天你妈妈过生日，你不先祝福你妈妈啊，就因为你小姨丈一句说要资助你去什么贵族学校啊，你就对她左一个祝福右一个祝福的啊，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这典型的趋炎附势，这有奶就是娘。当然了，欣欣，这个人呢有一个好的愿望是好的啊，但人更要有要强的精神啊。我们现在这环境虽然说不能满足你上这个贵族学校的愿望，但那么多孩子呢，大家条件都一样，人家怎么就能踏实学习？你怎么就不能把学习搞好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这个自强不息？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自力更生？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不劳而获？这个道理我真是得好好跟你说说。老爷，哎，谢谢。爸，我不是你爸。你别叫我爸，以后啊，你别再去接欣欣了。欣欣，爸回去。欣欣。嗯。爸爸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回去好好想想。我说的话，你也好好想想。对，你好好想想孩子说的话。走，欣欣，快走回去。华丽。你一个大男子汉，
你回去以后躺在被窝里好好琢磨琢磨，让老婆带着孩子住在老丈人家，吃喝都得靠老丈人。你还是个男人吗？看你这个熊样。机关干部走到车间，做了一个半工半干的工人，难道我就要去痛苦吗？难道我就要去萎靡不振吗？咱妈说得好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们在挫折和逆境面前，一定要挺起胸膛，要昂起头来。普希金说得好，在这冷凌的冬日，春天离我们还远吗？坚信你是拿着钱干正事儿去了。我现在恨不得我出门，我买2块钱彩票，我中个500万，我马上就拿过来给你翻本，真的，国强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反正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啊，还是要看到光明。这些话你在网上都说了，别说了。真是造化弄人啊！要像你这么西装革履在高楼大厦办公的人，现在在这么个小饭馆烟熏火燎的，还炒起菜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回家吧。爸妈都惦记你呢。你找到我的事别跟任何人说。国强，哥，你听见了吗？
明白。你以后也不用来了，你就自打没找到我。不愿意吃老婆做的饭，你就说一声，别人家忙活半天，你就喝碗粥。你说你天天回来这么晚，不愿意吃我做的饭，还不愿意跟我睡一张床。茂才，咱现在钱挣多了，这花花肠子可不能多。哎呀，秀荣啊，你说你都想些什么呀？行了，甭跟我打马虎眼。我都听人说了，这男人有钱就变坏。放心，我变不坏。变不变得坏你自己知道。你说原来那厂子里都是朴朴实实的人，你说现在啊，这私营企业除了去饭店呢就是去歌厅，你是不是被拉下水了呀？谁能拉动我呀？那架不住人家死拉硬拽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你得上对得起咱爸咱妈，下对得起咱当兵的儿子。秀荣啊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对得起。别没事瞎琢磨了啊！哎呦，吃饱了。行了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吃饭吧啊。成天就围着那电视转。半夜起来也看电视。喂，啊，温小姐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明天。那行，那你说个时间吧。哦，在什么宾馆？哎，好好，我记住了。哎，哎，好，不见不散。啊，再见。一大早就这么忙啊？怎么那么早就来了？啊，正好单位有老职工开追悼会，这抽空过来说给你买点吃的喝的。哎，这饭店里什么都有啊。来，你先拿。你喝那可乐，你还爱喝吗？啊，那你坐。哎，哎，要我帮忙吗？不要。郭强，你说这个你没找着之前吧，就老想你。这找着了吧，我反而我这整宿我睡不着觉了。咱爸咱妈还挺担心你的。你说这个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不跟他们说吧，他们担心。说吧，你又不让。是是，剪不断理还乱。我说你别找我吧，找我就给你添麻烦。我倒不是怕麻烦，我就是就昨天见着你这一激动啊，好多话我就忘了说了。咱家现在挺好的，大姐夫办了内退了，去人厂里给人当厂长，这一个月不少挣。还有你那个三姐，现在开了一家婚庆公司，
你想都想不到，是秀红给帮的忙。这平时这姐俩天天吵，哎，关键时刻还真能帮上忙。真的，国强，咱家现在真的都挺顺的。哥，对，你就自打没找着我吧。谁？是林婶吗？您不认识我了？不敢认。我是秦连生啊。哎呀，你是小生子啊？是我呀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不想说你是小生子啊？你挺好的吧？好好，快进来。哎，您都挺好的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年我还以为您搬了呢，还在这儿住哈。啊，哎，大叔呢？啊，确实也得出去遛弯去了。啊，他身体好吧？挺好，挺好。哎呦，您瞧这老房子还那样。哎，婶儿，当年我就觉得您家啊挺大的，现在看来还是不小啊。来坐吧，来，啊，来，小生子，来坐这儿来。哎，好。你说都过去多少年了，我哪敢认你啊？可不是吗？当年呢，你跟你奶奶搬走的时候，你才多大呀？哦，那年我也就十五六岁吧。也就这么大小孩呗。可不是。现在呀，都是大老爷们了。一晃几十年都过去了。哎，李婶，你知道吗？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啊，常跟我念叨您呢，她老是夸您。哎呦，说您呢勤快能干，人又乐观。哎，说实话，我其实早就想过来看看您，可是怎么了？可是我这没脸啊。那怎么的呀？这快长大，长大离开家，告别爸爸和妈妈，独自闯天涯。小小翅膀快长大，不怕风雨大，飞过千山和万水，哪里是我家。孩子快快长大，长大又怕你离开家。爸爸妈妈放心不下，把海角天涯变成家。爸妈陪你